撞到，阿黑撞到，那辆车，刚刚又进来撞到，啊，他应该是忽悠，应该是不小心进到崖撞下去了，那辆车把我前面，就是裂掉了。哪一个？哪一个？不认识啊！这把黑气撞到了还？啊？他掉了脚？他撞在第二次吗？他拉回摩托上来吗？我看到啊。那版本呢？撞烂了。可以烧回去吗？烧回去补吗？盖喷回去。可以烧，烧回去补吗？盖喷回去。拍到。真远，这样拍，很远。我看到的时候已经，他的摩托在下面了。只有我看到。啊。你不懂他怎样冲过去的是？我不懂。我也是不懂。我一进到来，我就看到两个摩托在一起。我一看到一进来就看到他的摩托在下面了。在这边。啊，然后拉摩托出来。哦。啊。就是要在这里吃是吧？我不知道哦。他跟阿爸我的小兵。他辣椒没怕了我。放帽子先生。吃了一饱的也回去了，他们用灯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前往是回去 KL 路上。怎么找不到我的那个开大声的东西？原来是在那么下面的。我这边写多少？多少个 G？ 有九个 G。三两个。8.1，看我右边，再看我左边，好像是比较的稻田这样，不过我不确定我现在是在哪里了，不过很像是比较的稻田啊，蛮美一下的其实。很美。好了，我要继续我路程了啦。好的，刚刚我们才打完油，然后现在的时间应该是7:45左右。我们前往这吉隆坡，就是 KL， 就是现在我们要
家。如果没猜错，我们只在德罗因站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我们慢是因为我们加慢。要骑慢不骑快，骑帅不骑快呢。最重要是安全。好了，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，刚才我们在应该是十条湾吧，十条湾那边遇到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也就是我们其中一人的就是一个 member， 他。我也不讲那么多了，总之就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然后撞到人家的车。我希望下次你们就不要这样粗暴，就有什么事忍一忍，就海阔天空啊。就比如说你跟人家争一口气，你赢了又怎么样？你有没有奖品拿？这又不是比赛，又不是什么赛事。如果人家要威，人家下马威，就由他们吧。你根本就我不是要骂任何人，责怪任何人，只是给点意见。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差不多吧，就跟大家讲，年轻的时候，就的确是比较大胆啊，脾气比较暴躁啊，这些之类东西啊，就让他人家来挑衅我们啊，我们就去，给他摆过啊。以前的我是会啦，把现在的我已经是不会的啦。以前的我是以前我讲完特快的时候，应该是两年前，那时候也是还年轻啊。那时候的我在路上或者是在高速公路还会遇到一些人挑衅我，或者是什么要跟我跑之类的，我就会直接开油去追他，跟他跑过。不过现在的我就不会这么样啦，有可能是我老了吧。当人的年纪慢慢的变老，一年一年的年纪增长，你就会知道的更加多，懂得更加多，经历的更加多，可以说是你经历过越多东西，你就会知道的越多东西，然后可以说是见惯大场面，所以你就不会来去人家弄你怎样，你就会去反驳他之类的东西。对啦，年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啊，我就不怪任何人啊，毕竟每个人都年轻过嘛，我也不能说怎么样啊。这条路是两条链吗？哦，是两条链，那我拿一条吧。在最后我要说一声，就是凡事遇到什么事都好，忍一忍，海阔天空，真的。这句话真的是你们可以 take note， 忍一忍真的海阔天空啊。毕竟每个人都年轻过嘛，年轻风光的时候的事每个人都有，我也不例外啊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
其实我经验是蛮多一下，其实如果没有经验那段以前的风风雨雨，我都会有现在的我，我现在也不会那么就忍耐性。以前的我没忍耐性，现在的我根本就是两个人，忍耐性好强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录暗暗等下我才 update 你们我们的路程。